美日混血姐弟立德姐弟的表演结束，他们身在美国，一直在美国进行花样滑冰的训练。那么从2007年赛季开始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，这是他们第3次参加世锦赛了，前两次都是排在第16位，在上一个月的温哥华冬奥会上排名第17。冰舞自由舞的比赛，它的时间是4分钟，这4分钟允许有正负10秒的时间差。选手要完成的规定难度包括3个不同种类的托举，其中1个长托举，2个短托举，1个舞蹈旋转，2套不同的击屈步和1套同步碾转步。他们的教练是莫洛索夫。现在是看到他们的第一个曲线托举，在做托举的时候要求姿势要优美，而且托举要反映舞蹈的特点。同时在托举当中如果有速度，就是速度快或者有加速，那么这也是可以提及或者在只有一分加分的一个表现。好，来看一下日本选手立德姐弟的这套自由舞成绩。技术分43.50分，节目内容分36.24。这是他们这个赛季划出来的最好的一套自由舞，成绩是79.74分，3支舞蹈总分相加是154.93。好，接下来上场的是捷克选手麦斯利维科瓦和诺瓦克。这2支舞蹈之后总分排名第17。